这个地方做成动态，那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你要先把那个我云端上面的程式哦，先复制贴上，这个比较简单。好，复制那但是你要知道复制贴上贴到哪里，一样 head 上面就对了。啊，里面有哪一些地方比较重要的？这个也是 JavaScript， 当它载入的时候，特别注意哦，这个前的符号就是 jQuery 了的总物最大那个物件。 它会当载入的时候会执行这个方法，有点像是入口啦。反正以前那个 basic 有个 main 哈，或者是反正很多程式都有个入口哈，它的 main， 或者是像那个 Android 里面有个 onCreate 啊，反正就是会从那边进入点，然后呢，它会去找说你的这个哈，在我们的页面里面有没有一个叫 page 的，有嘛？所以这个仅 page 就指的是那个 page， 它会去连接。 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叫 page show， 好、哦、啊。至于呢，在 jQuery 方外里面有哪一些这个事件，你可以去查一下啦 Google 里面应该很多。那其中有一个是当载入页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执行某个方法，叫做 get map， 所以底下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叫 get map 的方法，在这里有没有？所以当它载入的时候，它就会去执行它。那里面的话呢，就去页面里面。 找一下有没有一个叫 map div 的一个什么呢版型有没有？这个版型我刚刚有讲过嘛，名称一定要跟这个 match， 我就直接丢给什么？丢给一个物件叫做 map div 的物件。那将来为什么要给这个？因为将来底下哈，各位可以看到，在下方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Google map 的一个物件，就必须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地图有没有？ 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map， 所以告诉他说：“哦，你帮我放在这个 map div 里面哦。然后呢，它的缩放是14。另外的话呢，至中以哪个为中心呢？就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放进来的这个纬度跟经度，丢给这个物件变数。好，然后呢，它就以这个为中心，秀出来就刚好在中间。另外的话呢，它有个 map type id。 这个所谓 map type ID 指的就是说呢，你要用哪一种形式的地图，总共有三种了。我印象中好像是一个是预设式就 raw map， raw map 就一般我们看到的地图，还有一个是那个卫星图，还有一个是地形图，好像有三种。那这个其实你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到，好像有三个参数哈。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底下哈，还有个所谓的建立地标了。不过这个建立地标你可以 delete 掉没关系。 我主要是要做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第一个，如何把我们放上去的那个图有没有换成？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好像尖尖的那个地标。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换一张图，换什么图？换一个旗子一样。你们其实网络上找都可以找到。那个档案的名称是 PNG 档，这个 PNG 是my icon.png，假设一个旗子啊，或者你可以从网络上随便找一个小图。 放进来，它只要是 PNG， 我印象中好像 JPG 也可以，好，然后呢，去哪边放在这个底下，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个效果啊。这个效果的话呢，就会去找到哈、哦、那个我们的这个把它载进来，那效果有点像是哈、哦，各位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子，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已经做完了，连接过来，它就载进来，对不对？并且帮我把什么呢？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My Icon 的这个图。 并且怎么样？放进来，我们看到。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把中心点放在哪个位置之外，你也可以载入一张图，不会有问题。就是刚刚下面那一段啊。当然，如果你下面这一段，假如说不要也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额外的，你可以 delete 掉。好，我这边把它放在这边。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我如果今天呢，希望从外部取得什么我的纬度跟经度的话。 那要怎么做？特别注意哦，我这边有写一个 function， 叫做 get geo， 后面的话呢给一个纬度，给一个经度。当这个纬度跟经度进来的时候呢，我用那个什么，有一个 geo point， 啊，特别注意哦，其实 geo point 哦是 Google Map 里面要求的，它就会用这个物件呢去取得你的纬度跟经度。啊，再来做什么呢？把纬度跟经度放过来之后的话，再呼叫 change page 到。 哪一个呢？所谓的 change page 就是说帮我转移到哪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我们后面有一个叫 page 的页面，啊，这边有个效果了哈，还有什么 true false， 这个其实就传参数了，你们也可以查一下这个关键字，在那个 jQuery Mobile 里面可以找到，它这边就有相关的参数了啊，因为我就照这个，有没有？你找那个 jQuery Mobile 里面有个叫 change page 里面的话哈，它就会跟你要求总共会有四个参数。 那这四个参数里面各是什么？我想详细细节，各位自己有兴趣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网络上查应该都查得到。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转移到 page， 并且哈，避免触发重复事件，所以后面加了这一行。那把这些哈，你把它整个复制贴到哪里呢？记得哈，第一个贴到一样，在那个 header 上面，header 上面 ，OK， 把它贴上。 那前面有一段哦，原来你有贴的那一段，我建议我不确定的，你可以把它删掉。像我们刚刚这一段有没有？可以把它删掉，因为有好像有点重复了哈、哦。它也是载入，那上面这一行不要删掉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做完之后，再来第二个特别注意哦，请你再到台北101这边啊、哦，如果你是别的景点的话哈、哦，请你就是选取。 再来特别注意超连接地方比较关键，超连接部分的话哈，特别注意哦，它的格式不是像之前我们是什么井开头，而是我要怎么样去执行 JavaScript 里面的某一个函数的话，那记得哦啊，并且传递给它一个经纬度，那它的格式一定是什么 JavaScript 开头，因为我要连接是一个 JavaScript 的方法，方法名称叫 getGo。 并且传递给他一个，纬度跟精度，好 ，OK， 就是大概这样的格式哦，不要打错哦。那在 JavaScript 后面是一个冒号 ，get go 啊，所以特别注意，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 get go 的一个 function， 就是这个，它就传递给他了，然后呢，给他一个纬度，给他一个精度，那并且怎么样呢？会触发一个叫 change page 的一个事件，那就转移过去了，并且把地图给载进来了。 OK 哈，因为那change page 的事件触发的时候呢，也会在怎么样呢？因为 change page 有没有也会在执行这个，并且把地图又载进来了。OK，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流程，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好了。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所以你做完之后哈，假如说你有几个啦，比如说你有5个好了，那底下的话一样 JavaScript 冒号 get go 给它纬度精度。 点击进去的话呢，那就看到最后的结果。所以，那因为有超连接了，所以这边有个箭头，点击，哦，就会有101出现了。哦，一样的方法的话，哦，就一个、两个、三个，其他都一样。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好，试一下。